最新的歌，大家都是今天在現場第一次聽到的。大家都知道 Lollytalk 的歌一定是用數字來改這個歌名的，可不可以為大家講一下今次這首歌是什麼數字啊？其實因為這首歌呢就是講兩個人的相處時間啦，所以其實呢就是二字開頭，就是叫二人限定故事，還是 Cindy 和 Tania 作詞的啵。是不是即將派台的了這首歌？就是咁少女咁 sweet 啦，就係想講一啲好甜蜜啦，啲兩個人相處嘅時間啦咁樣。係，啱啱有講到咧，就係呢首歌。